听老法师讲经非常欢喜。如果弟子执着，你与阿弥陀佛是否能往生？以后老法师是否会与阿弥陀佛来接引弟子？你不用打这个妄想，因为有这么一个妄想啊，就把你往生的机会障碍掉了。你只想阿弥陀佛。那么将来接引你的时候呢，阿弥陀佛身边当然有人，这些人的时候里面肯定有你认识的，先往生，他会跟阿弥陀佛来接你。